早上十点半钟嚟到华严瀑布。唉，劲嬲咯！翻到宇都宫食少少嘢，谂住准备上仙台啦，点知收到电邮通知话呢个东北新干线要停驶。中午咧就系追翻寻日嘅行程啦，寻日佢上唔到仙台啦，而家咧就要搭两程嘅指南火车。行きましょう，嚟到新青山，改一改我嘅行程啦。本来去宏池嘅今日，咁但系今日应该留喺青山噶。离开呢间酒店，今日 day four， 哇，有啲雨添，哇，好凉啊，死啦！12度，早上9:03。今次呢个 trip 咧要留意嘅就系你嘅衣物啦，因为我喺东京落机噶嘛。咁东京入去日光雨都高嘅时候，中午偏热嘅，但早晚就凉。嚟到清心啦，而家今日咧我系出发去北海道嘅客运，所以今日咧除咗褛之外咧，入边系着咗冷衫。嚟到函館，今日 day four 全日咧就會留喺函館啊，11:22。呢度就係函館超市。其實冇得唔俾錢啦，係咪？我成手都係嘢食。好似糖咁甜。哇，真靚呢度！如果落雪咧，屋頂全部都係積雪，係超靚。就喺呢個函館嘅市邊咧，就落車呢度係五菱國公園前。但係佢真係好似搖緊咁樣喎。但係冇曬啲粉紅色櫻花。正如我所講，所有櫻花咧喺曬地下。你睇下，全部喺曬地下。都仲有僅餘嘅粉紅色嘅，但係出咗好多綠色嘅樹葉啦，已經。有冇機會食到呢個 hamburger？ 係。はい、どうぞ。啊，テリヤキバーガー。テリヤキ、は？え、は。はい、テリヤキバーガーの一つですね。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テリ。チーズ。あ、わかりました。いいですか？はい。はい、お願いします。5:09個字，而家喺十字街上去函館山，咁睇下睇到日落定係睇夜景啦。チケットの QR コードお願いします。どうぞ。好靚喺呢度，我哋上到嚟函館山嘅山頂。6:40，我哋離開函館山。我睇到夜景，因為啊，我哋逗留咗都接近一個鐘，好似有好大風啦，好多人啊。咁但係個景其實都值得一睇，唔好話同香港比較啦，我覺得都值得上去一睇嘅。8:18，咁我哋喺函館翻嘅啦，咁所以可以計劃玩多一晚函館嘅即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どうぞいらっしゃい。ナンバーワンの卵ですよ。卵とこれ、はい、はい、わかめかホタテです。わかめでネギは入って大丈夫ですか？はい、1枚ですよ。はい、どうぞ。はい、ありがとう。はい、で大丈夫。すみません、あ、これ、うん、とウニ、はい、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イエーイ、トゥーピースワンチケット、イエーイ、贅沢、うん、ちゃん、おいしそう。嚟到古村市場，咁咧呢度係用券去買食物嘅。香港大年紀，佢個蛋咧甜嘅喎，唔係佢唔係淨係甜蛋，有啲鹽，係啊。呢個係咩話？唔知嚟啊，你知啊。すみません、あ、これ、うん、どう？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イエーイ、これ好きだよ。呢個淺蟲小竹館入邊嘅動物咧，其實同海洋公園都差無幾嘅。咁所以如果你冇特別話想睇動物嘅話咧，其實可以 skip 咗佢嘅，冇乜特別嘅啫，我覺得。但如果你話對動物有興趣，想揾一個景點去睇嘅，咁呢個都係比較方便嘅選擇嚟嘅。What's it gonna be? Are we gonna do this or not?跟住咧就係出發去橫琴。橫琴公園，佢叫做咧滿開啊，因為今日有個通告咧，佢係話有幾個 area 咧都係滿開櫻花嘅，都幾好彩。其實都佢都唔係完全滿開，就你見到呢度都有好多綠色，咁但係其實都有一排。滿開的櫻花是很漂亮的，都有綠色的葉的，你看到超漂亮，要坐去坐到一半，落超大雨，要離開清新站了，所以最後就買了這個燒燈葉蘋果汁。其實這個 trip 都還去檢討一下個行程嘅，因為喺青森呢邊咧就似乎我唔知係因為即係日本而家放緊假定係點解啦。咁但係青森咧好靜啦，整體嚟講咧青森都係比較唔方便嘅，所以有少少建議，如果大家嚟玩咧，盡量去揾最接近最接近車站嘅酒店，因為佢哋嘅距離都有啲遠。同埋咧就可以揾清楚咧，原來青森咧入邊有一啲私營巴士嘅拖結啊，或者總之有老人家啲行動唔方便，或者唔想行咁遠咧，可以搭呢個私營巴士啦咁樣。如果當初知道函館原來比較多嘢玩一啲咧，其實我都會想留喺函館一晚嘅。咁但係我哋呢個 trip 因為喺成田來回啦，即係往返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又要安排翻時間咧，就慢慢。遷徙翻落去東京，所以呢個 trip 去修正嘅列點咧，就可能係可以考慮一下喺飛東京，可能喺I don't know 新千歲走咁樣，可能係咁樣啦。翻嚟東京咧，真係好唔同感覺，係好多人咧，亦都好多遊客啦，遊客多過日本人嘅感覺啦。成個 trip 喺東北咧，其實都冇呢種感受。下一個 trip 去香港。其實每一次回香港應該都要咁興奮先啦，最後一次用它啦。